这是我前段时间从垃圾桶捡回来的一只小奶狗，给它起名叫小不点。捡回来有一个星期多了，我也没有录过视频，因为救助小奶狗它的存活的几率太难了，所以我也从来没录视频。昨天发现它不对劲，又是吐又是拉的，今天我就把它带到了黄冈，带到医院里面给它检查了一下，结果一检查得了细小了，细小病毒，然后现在在医院治疗呢，输液。它发现的早，治愈的几率也比较大。这个小野生，它那个特别可爱，它那个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样，就像会说话一样。现在医院有我们四只狗，小不点、黑豆、丽丽，还有一只泰迪。泰迪的话，明天做就是骨折手术。啊？没吃饭呢。我没吃饭，没饭你们吃就行，我不吃了，我减肥。什么粉？牛肉粉。我不吃粉，让你们吃就行，不用管我。炒面吃着。可以，给我点份炒面也行。我还没吃饭呢，因为今天中午过来的。我带你们再看一下其他三只狗，看一下黑豆的小不点的检查病例。